那马上要落雨了，弄点柴放到灶屋给它存起来，到时候好烧。那弯刀砍都砍不动。那磨不得行啊，那磨刀是有磨刀是给它磨呀。我起来捆起。在远地再远一下。哎，那个脚好都捡得到柴。那个也是拿起引火柴来引。那个好捆呐，那个。那也不好捆，那那个。八九五手的。我来拍一下。啊，拍吧。哎，漂亮。啊，又是一捆柴。哎呦。那些柴嘛，要跟它捆得规规矩矩的嘛。那明天如果再大的雨都不怕了，柴那些准备好了的。昨天还说要落雨，结果今天还是太阳。今天买了点花椒来炒。最新点火方式看到没得？既方便又快捷。啊，难的。昨天弄的那些柴派上用场了，虽然说今天没落雨，拿起来炒花椒还是够安逸。先拿起来煮，来点白酒，煮一包香肠来吃。差不多了，重新立起来。还切点配菜，小青菜。葱子。姜葱。姜片。那点泡萝卜、泡海椒。喂，回来没啦？马上。买点那个昨天回来炒花椒。麻辣的，那点是汤了。哦，要得，搞饭了嘛，弄饭了。再切点洋芋片来炒。全是麻子洋芋。哎呀，下班了，那天你要的佐料买回来了。给你那个炒菜呀。要得。现在炒花椒。好香啊，主播那味香肠有点好吃哟。等你们半天不回来，饿完了吸了一截香肠。我吃的才饿了。要烧了，开饭儿。今天我们没事，能搞好的菜还是喝二两，不然带出来的酒后边喝不完。那个我又喜欢了，有盐吗？可以，有盐。来，辛苦了，喝一口。喝了票子就拉了。嗯，那香肠还是有味道。这个比那个甜多，嘎嘎多些。这个烧汤也好吃。要烧哈。哼哼。哪个味儿？广东广西那边这个。那、这个是美味，你要你们他们那边的就要烧汤。我姐原来在福建的时候哈，嗯，经常烧不起嘛，烧汤有点皮啦，有点黄瓜，还是可以。这个他是烧的清汤，他不得放那些麻辣的。昨天天气预报说还有雨，
今天把老子们热着了，三十几度。那那边的雨还没下不下来？雨那么夸张吗？你看呢？都热天了。哦，33度，35度。看那个切块哟，麻辣狗味儿。全部都煮落了。